早时，伫礼拜日的清早时咧，参加组织做伙伫上台献灯，唔知大家已经准备好今仔日的计划未？准备好了吼，好，来，咱参加来迎新文灯是咩咩咩好啦？文灯是咩咩咩好啦？只要你想。时阵，
在上帝面前，恁敢有安尼确实做？我有平安呐，感恩伫我心。唔知影，恁阁会记哩？去年伫个咱个外面看新闻，也是咱个开报纸，咱会看到伫个去年个时阵，有一个就是经过全国人大多数个人民，因所选择个讲会当代表去年个一个礼物。敢阁会记哩是啥物？给伫个去年哦，选出来个字叫做“给”。当我迄时我看了迄个字的时候，我感觉心内有一个种种复杂的感觉。原来伫个所谓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伫个旧年对咱来讲，所咱的社会、咱的家庭、所咱所面对的一切，所会当总合出来的一个字叫做“给”。这个字代表犹原咱即马伫个现代社会。在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像最近咱看咱的新闻就知道，有做些代志，做些你过去你感觉真好、真真的物件，即马食咧咱的腹肚内，也是咱用的物件，也是咱所面对的环境，每一项做些拢无法度予咱知影讲，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。但是咱真幸运，当咱真做上帝的子儿，主耶稣伊所宝贝。一个，伊所心内所宝贵的一个人的时阵，对咱来讲，咱所得到不是讲迄个白白稳定以外，咱阁会当知影讲，伫个上帝伊的国度内面，伊所予咱的每一项拢做真的，是真实的。虽然咱的心内有惊吓，唔知影咱每一工咱所面对，我今仔买的物件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今仔所用的伊是好的还是歹的？但是咱的主公，伊要予咱的一切拢是真的，包括咱永活的性命也是真的。而且伫个咱活伫即个世界的时阵，咱永远咱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，即个平安是伫个内面，是比即个世界搁较大。所以无管你行出即个教会以外，你会感觉做些代志，你无法度分辨真也是假，但是。今仔日，咱会当挂靠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伊讲，伊要予你真的稳定、真的平安。咱来唱这条诗歌，咱来听耶稣的声。